魂力和精神力都越来越弱，这究竟是丝毫不受影响？咦，这个怎样的领域？他的能力，这还是霸住魂骨的吞噬技能吗？真是不可思议！不妙！在启程蓝星斗大森林之前，一定要去看看那片澄净的霄。萧武特别叮嘱过。 别管我，自己跑吧。只要我还……老二，我快撑不住了，有一口气，就绝不会放弃你。 兑现诺言，复活小五姐。唐三，希望你能够祝你们幸福，好好爱小五。小五姐路上。 小心！嗯。这边。 大哥，我绝对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他不能输，更不能输。吸血之。 终会做一个了断，不会让你们轻易得逞，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原来你就是我心中的第三道障碍。 寥寥数日之间，便摧毁了武魂殿。哼，我早该想到的。为了对付天斗帝国，爷爷制定了一个秘密，长达二十年的计划。当年，清河潜入天斗皇宫，与武魂殿计划，我扮作天斗帝国大皇子雪，以内外合。 我利用魂骨伪装技能改变体态，这期间是暗中拉拢各方势力，不努力地扮演着雪晴大哥，你看，同时。
如今四位皇子已去，不属一切。他是个绝佳的掩护，暂时不用管他。其二，我又想雪崩一人，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嗯，他是。接下来，父皇，武帝国潜藏整整20年，我在天斗捞一日，天斗帝国覆灭，武魂帝国统治，心中只有一个信念。那便是永州县彻底打破了我们的计划，大陆。可是他的处于心中的第三道障碍，更是我一生的对手。唐三手持东流，我不甘心。20年计划就这样覆灭。什么危险？不知道小三此行会遇到哥，应该已经会回来找我们了。等我们一切准备完毕，三。没有见到一只魂兽，紫金魔瞳。奇怪，为何这么久魔狼在森林中也算是强大的存在，怎么会是这些极端如此慌张的逃窜？他们逃离的地方观战。也不怕误伤吗？奇怪。千钧蚁这种魂兽，他们自这三只千钧蚁为何会称霸整片森林？他们经常会成为其他魂兽的食物。身并没有什么魂技，在任何魂兽森林中仍旧是有限的，而且缺乏攻击手段。他们的防御虽然不错，但周长这三只千钧蚁唯一需要警惕的就是他们的群体力量。
想必是他们吞噬以后背叛族群为雄性，但寻常一群皆以以后为中心，修为恐怕已经接近十万年才能成长到如今实力。蓝银领域之森林第一魂技缠绕幻象